首先讲的是平拳，四指并拢向掌心卷握，五指内扣紧贴于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指节上，使前面朝前是平的，这叫平拳。要点拳要握紧，拳面要平，拳背与前臂长一平面，力点在拳面上，这叫平拳。第二个是叫做点睛拳，在平拳的基础上要他腕，就是沉腕，使前面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这四个指节突出，向前突出，叫做四点睛，称为点睛拳。最主要的是要他腕，使四个指节、指关节突现突出。牛角拳四指卷握，拇指也跟平拳差不多一样，拇指扣在食指的中指的第二指节上，要突出食指的第二指关节，使这点作为击打的力点，力要聚于突出的食指的第二指节，五指并拢相互支撑，成为牛角状，所以叫做牛角拳。我再讲一个，这叫阴拳。如果这样，这个拳心朝下的，拳背朝上的叫做阴拳。如果是拳心朝上的，看，这叫阳拳，也叫阳拳。如果是拳心在上，拳面朝前，这叫竖拳。竖是竖立的竖，也叫侧拳。就像出标一样，如果是掌心朝下，掌背朝上，食指朝前，这个叫阴标拳，就像出标一样。标拳要结合呼气，由慢到快标出，特别应注意完成动作的最后一瞬间
加快速度，发出寸劲。如果说掌心朝上，掌背朝下，掌指朝前，这个就叫扬镳手。下面讲个鹤翅掌，拇指里扣贴于虎口，四指朝上，自然并拢，这叫鹤翅掌，就是好像是鹤的翅膀一样。要点：拇指扣紧前臂，微内旋，掌上挑，腕下沉，力达小指侧，这叫鹤翅掌，注意要沉腕。五指松开，自然松开，向掌心卷握，使掌心里凹成鹤爪掌。注意看，这个掌根要凸现，掌指要有力。这个叫做鹤头掌，为什么叫鹤头掌？它这个腕背是向上的，而且这四指自然分开的，形状如鹤头，这是属于一线型的。拇指紧扣于虎口处，要点：拇指扣紧，前臂微内旋，掌上挑，腕下沉，力达小指侧。四指拇指的第一指节，全躯紧贴于这个四指的指肚，成为使这个掌心要张开，成为排掌，腕要下塌。如果在鹤翅掌的基础上，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微屈，食指直立，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紧贴于、紧靠于食指，以增强食指的力量，这叫做单只手。这是单只手。如果使用两手指头，食指和中指往上直立，无名指、小指靠紧，紧靠在中指的指肚上，这个叫做双指手，也叫剑指手。下面讲个鹤嘴指，曲腕，拇指伸直，食指弯曲，其余的三指紧靠于中指。要点：食指和拇指要捏紧，拇指第二指节要突出，其余四指要靠紧，
这叫鹤嘴指。下面讲个鹤嘴钩，五指向左靠拢，呈钩形。注意五指捏紧，称为钩状，叫鹤嘴钩。现在讲解爪，叫鹤爪，五指张开，拇指内扣，其余四指握紧弯曲，五指不要握拢，掌心里凹，呈鹤爪，五个指头不要握在一起。虎爪，五指尽量张开，使掌心突出，塌腕，以掌为力点，五指要有力，抓握成虎爪状，这叫虎爪。现在我想咏春白鹤拳的步行，两腿两脚呈开立步，注意看脚掌朝前，与肩同宽或者稍宽于肩，身体微下蹲，这叫平马。要点，两脚要在同一横线上，脸臂收腹，两脚后跟要抓地，下面讲的是四平马，在平马的基础上，如果是一脚开步，是一肩半左右，而且身体往下蹲，这个叫四平马。要点，两脚要在同一横线上，脸臂收腹，两脚后跟要抓地。下面讲的就是丁字马，比如说左脚是平的，那么右脚是直的，脚尖朝前，那么左脚尖朝后，这个叫做丁字马。现在讲的是步丁步巴马，步丁步巴马在咏春白鹤拳的步行上是最基本的一个步行，是经常运用的。后脚外撇45度，如果这样就成丁字马，这个叫做步丁。然后前脚脚尖要朝前，
脚尖是朝前的，这叫不扒不钉，这叫不钉不扒马，而且后脚要支撑，支撑全身重量的体重的十分之七，前脚支撑全身体重的十分之三，而且前腿前脚要上斜，上屈下直，这个小腿要直，好像定在那里一样。要点，右小腿与地面垂直，大小腿之间约成135度，左大腿与地面接近垂直，大小腿之间约成160度，左臂部与左脚跟垂直相对，后脚使上腿伸直，小腿微屈，形成了前上屈下直，后脚是上直下屈的步行，这叫不钉不扒马。下面给大家讲一个叫计脚步，就是脚尖虚点地面，长虚步，这个我们叫计脚。这个脚外面是不扒的，那么里面是成为钉的，是从不钉不扒马转变过来的，要虚步，这个叫做计脚步。
甲乙两人相对站立，眼睛相互对视，各跨出一步。以右前臂的脑骨侧相结进行的敲打的练习，然后翻转，这样注意向下敲打脑骨侧，再换一手，换一个角度敲打左手的脑骨侧，然后我退，对方进，击打脑骨侧外侧，再退，连续做两次，打到左右手，两手的脑骨侧都达到了锻炼，然后向下以脑骨侧为力点，向下向中击打，击打了，然后就要转身。好，这时向左向右跨出一步，长侧身，然后以右拳相接敲打脑骨侧，再向前跨出一步，注意看，与左手的脑骨侧相交，然后我再退，对方再进，就是连续重复上面的几个动作。刚才我做的是进退步的走动的练习方法，现在呢，介绍一个原地的也是相同的进攻方法。
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个盘八法的攻防练习。什么叫做八法呢？就是通过手上八个手腕来相互练习，提高我们这个前臂这个技手的灵敏度，通过神经末梢等等觉察出来力的方向、来力的大小和虚实。这个往上的动作叫做分，也是从蝴蝶双飞里面拆出来的，但是手的动作叫分。然后往下拨，也是从白鹤拳里面的拨水求鱼的分出来的。然后一个白鹤伸进，白鹤伸进也叫做千斤撑出，这个叫做钓鱼。后来里收叫对，成为是朝阳手。然后转掌做切的动作叫做白鹤，鹤的鹤翅很少，在这个钩就是丁腕的动作叫做钩。然后一个叉，鹤翅裁腰。再一个就是缠腕的动作叫做白鹤缠脖。这通过了这波波撑坠切拉叉缠这八个动作来演练，达到了手里面能够化解对方的来力，知道对方的大小虚实，达到了体会领悟，提高了自己的训练水平。现在我们两个来演示一下，两人正面相对，互搭出一手做分，然后转拨他上面而空荡呢，那就要击打他的对方的脸部，这样叫撑。然后呢来，这叫坠切。看我，他切过来了，看我，这是空门，胸前就露出了空门，我这样化解叫撩。大家看，注意这个小动作。然后呢拖，这样拖过去，看，这样用鹤翅掌插，看，这样，注意，这样，注意。这时经过了往上白鹤冲拳的小动作，来达到缠腕的动作，就是这个八个动作练习。我现在连起来做一下，就是这八个动作来连续的训练，两手可以交互进行。
现在我给大家讲解一个叫做擒撞的练功方法。擒就是擒拿，撞就是从前拳直冲拳。两人相对站立，眼相对，身相对，然后右脚跨出一步。当对方右冲拳向我打来时，我随即右手上仰，从右下方向上挑格、挑臂，然后转腕呈鹤头手，擒拿住对方的手臂，然后左手握拳向对方的胸腹、胸前冲拳进打，然后对方用左手向我格挡时，右手迅速抽回，随即一个拳，一个擒拿，一个冲拳，这个动作可以两手替换，相互进行练习。现在我向大家介绍白鹤拳的结打的练功方法。两人面相对，各跨出一步。当对方
又冲拳向我劈来时，我随即扬起右手向外挑格，这个，然后呢，对方被我隔开以后，必然要向反方向用力，要对我胸部打来，然后我借助他的向右的弹力出左手向对方的右侧用力的这样隔开，他这样被我隔开后，他不敢示弱，再隔过来向我胸部进攻，然后我右手上仰，从下往上，从下往上，顺着方向把它隔开，这右侧方右背的高度，我这时用左手，那我们就可以直冲拳打过去。这几个动作，这叫挑，左挑，右勾，左撞，左蹦拳，这个叫我们这里的话叫挑挑解打，解是化解的解，打是冲拳的意思。现在我们转过来做一下说明，挑挑解打，挑挑解打，
Thank you.